就是第三张专辑，我一直觉得就是说，会有一首歌能够超过 Sheep 在我心中的地位啊之类的，诸如此类的。但我又做到了，我又做了一首歌，让我觉得哇，这首歌真的好棒啊，真的疯了。所以我那天我发了微博，发了国外的社交网站的东西，所以我就是告诉大家，哇，我真的我这个可以了，有戏了，三胎有戏了，说不定真的能够翻越二胎的这座山。有趣，自由奔放，耶、yeah ！关注动感101 TV， 众里寻他千百度，快点关注101。